台东又有转到公共的设备，关山宝茶头面前各个位等家属，该部的用品和物件设备本人断脱，想留下书生实在唔好看。关山镇公所黑出来讲，遇到二姐姐安东人来等家属，现在台风大团脱，将拍拍出生隐藏安全的设备，公所准备再造一条设备，动动台进行团建的前置作业。因下行出关山茶头，上出啲茶头面条切，去上做经验。不过茶头面条切嘅工厂，则最近是一条苏神比独条奶嘅定家树。伊都来了，人下都讲，同济。哎，关处，关山那边很多树哈，应该就是要很小森林一样的感觉，而不是这样光秃秃这样。太光了啦，太光啊，太光哈，太光了啦，太秃秃。关山茶头读书的郑姨，早在2017年、2021年就是发生过。因正附近的居民经常潜，邻家树上到高有车，台风吹过动物团体，就发生过树的团体麦当菜、冰体骨牌。故说安东原来管理单位都用最简单的读书的方式来修建。关山镇公所就出面来解释，关山茶头面头前的工厂，当地做桂山工厂，外头邻家树晒焦，故说是团结，唔是独条拿。断根完成之后，就会来做移植的作业。哦，这边就请各位好朋友见谅了吼。关山镇公所也讲，关山工厂自2月到5月底结束，在做定价树过后，每个种较矮的树的，也是宽长的花，每个种按高的树的，减少树怕被财团体的威胁来争议。下个新闻层面，同唔同？